天才神枪手落地就是刚，嗨，我是米妮。听说有人想看米妮我打一把遗迹，那么今天他来了。AWN 搭配 S12K 是很好的选择。AWN 一打一个准，预苗用得好，人头少不了。不管你是狗子还是大菠萝，在 S12K 面前正相平等。捡个雷丢到中间小平台，防止有小可爱在蹲我。手雷只对自己和敌人有伤害，别担心伤到队友，不过他们也会耳鸣就是了。到一个，看地图 ，A 门那边在打架，地图上的红色点点就在我身后。还喷子出去，帮队友解围。就你还想偷袭？你们这么喜欢守 A 门吗？那就要看看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。还好队一个一个来。这个头就送队友了。换个狙来收拾你们，正中脑壳。还有一个，嘿嘿，超神米妮，才刚复活，等他无敌时间过了再打。哎，你怎么冲过来了？说好就对枪的，他们肯定会从那边压过来。刚才就是你打的我吧，报仇。哦吼，队友拿着物资还挺猛哦。可惜了，还是猛不过 AWN。 两个人来冲我了，我有喷子，看谁敢过来。看地图，队友从他们后面来了，马上就到，你们就乖乖等着吧，嘿嘿嘿。这里是讲究战术的团队竞技，喜欢莽的还是打仓库去吧，他们在这里挂了，可能会在 B 区复活。果然没错，蓝队获得半程累积。还有一个，好，你是怎么打的我？刚才又是你打我的吧？你这，你后面长眼睛了吧？这样都行，有本事再躲我的喷子。前面打得好激烈，兄弟来的正好，走，我跟在你后面，没人敢偷你。阿雷，没打死。没事，我还有队友撑着场面。又来守这个门，还没被我打够吗？等一下哦，我换个狙。一换二，不亏。我们从侧面绕过去，看到你了，想对狙吗？来呀来呀！来了一个滑铲送人头的，那我就不客气啦。火力真猛，但是有我喷子猛吗？跟着队友走。队友牺牲了。蓝队诞生了新的超神选手。Cover me！ 马上就要赢了，看我的冲锋狙。咦，还是喷子比较好用，看我拜佛喷带走你。游戏结束，喜欢米妮视频的记得点赞加关注，拜拜。